晚上9点，现在过去到医院看一下我爸。到了。你给他擦一擦没用，你到时候没办法。能给我做，我明儿早上再过来。明儿大早。我这意思，我这环境给我再整干了。啊，对。今天准备回家休息，明天一大早还得来医院。饿了，在这随便吃个啥。刚来的时候还没有摆呢，吃不了了。现在城管在这儿，都得收了。笑啊！老板又酸了，酸。谢谢。秋风。这是麻辣味儿的，多少钱啊，老板？16啊。好了，吃了一碗面，特别好吃，麻辣的。啊，刚那几个摆地摊的，又挪到了这儿，城管已经走了，现在可以摆了。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努力拼搏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